Så kan du være sikker. Mads.有。你念过书，刚刚走那么久没找到，这次回忆还记得吗？谢谢你。你看晴儿多乖啊，坐着车，要不然就玩他的玩具。这个呢，你看，只要下来就打，就折腾。很多小孩要睡觉。今天有个姐姐。是吗？嗯，就刚才都找了好多次姐姐了。我这么大就喜欢，就是他要追的。对，如果要是六。如果现在要有一个4岁的孩子，他也要，他就兴奋的追着。兴奋的一眼神是吧？追人姐姐，姐姐人家都不理他，追着姐姐。没啊？我不接我。我不开车，我从来就不。如果我不是开车的那个，我就不会。
再乘